我们弄擦擦擦的录音的时候，我说很好听的这个女生的声音，然后擦擦擦就跟我说，当然啊，要不然擦擦擦怎么会这么迷恋她？对对对，哎，那个擦擦擦，你用 A B C D 取代好不好？A B C D，然后打字给我看好不好？你们实况是用游戏截取吧？应该你们跳窗别人看不到，我直接看到对剑灵画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，对那对对，我打，好，你可以 R 君，你可以 R 君，OK OK，我用用 R 君打 A B，字。用 A 某 A 君、B 君、C 君、D 君这样，然后要付钱 ，OK。去拿个饮料。好好，我打了，我打了 A B C。就是啊，昨天就是我看一下哦，昨天就是 B 放 A 的 B 偷录 A 的声音，然后我听到 A 的声音，我跟他说 A 的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啊，好可爱哦。然后 B 就跟我说，当然啦、啊，要不然 C 怎么会这么迷恋 A 呢？OK，没有，他当初你知道吗？他当初一听到声音、啊，我要放生你们俩，就在那里群po说他恋爱了。你说 A 的，他会听到 A 的声音吗？不要做无谓的抗议好吗？因为他被 A 组进去打那个黑枪啊，啊，他们刚好有开麦，然后他一听到就马上爱情讲说啊，他恋爱了，Oh my god！ 啊，你好花痴哦，超花痴，不愧是非常非常非常的，不愧是 C 啊，到处都有 FB 都有他，不愧是 C 啊，风华第一 metal 观众仅供想象，你知道那个 C 君啊？只是平常要看个妹子，点进去都有细菌的好友。靠！我随便点个进去，真的有他哎、欸！你我刚白痴不变，我白痴不变啊！就是你放着，它还会出水。
连带两个也有了，然后啊，只有点开打啊，那个知道是要干什么的地狱，赶快点。你要确定，你要确定一下哦。对啊，那个人喝的。我听错吗？他说他叫我开冰花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，你要保。然后他说他要教我开冰花。点开打吗？不是你啊。叶之言香，不要摆错了。都市传说，都市传说。小心。买到了吗？你年蛋，只有年蛋，去打一个，快点。等一下换练打年蛋了哦。要总监没有，买不到。好，哎，买到了。打了吗？买到了。买到了。好，你去那，我去十二点，十二点给我。好了，十二点了，准备了。好，好，那个阿哲开吧。好，大家都开了吗？开了，都开，都开了。这个杂草可以先除掉，然后留卫生草就好了。骗我，他说右边的草，结果右边草被打掉了。哇，你闹亏！嘿，你闹亏！怎么在打？是的，我退了，他们还在打、啊。有点惨，阿德没有力，没有拉开哈。你要说什么？你有对我吗？你有对我妈呀？你别开对我。不然就是那个健身房，那个健身房打。好，好，继续打，赶快打，没关系。不来哟。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打得有点慢。因为我已经被倒掉了。又画的。你那朵画的右边，它是哪边呢、啊？阿哲加油哦！我们相信你。我打、啊。好了。毒气哦，近战走开，近战走开。啊，跳了，跳最远的，跳八局，总会转三次哦，自己小心。一点钟出一只啊，在四点钟出一只，那一只给你丢，我丢第二只。阿菊，如果你有打王，你就不要站到外面去，他会跳你。阿烈，你没有丢吗？你我叫你先丢你就先丢了，一点钟那次你刚我叫你丢你就直接丢了。你不用补我的，你看到就丢了。只会有悬停哦，济公准备开冰花。好好看开冰花咯，开。济公没开。我帮你拿住。为什么把我的水壶丢到王旁边？这是谁的水壶？三十秒左右了，这次可能我不知道打不打得完，尽量大力一点。七十二、七十一、七十会有悬停哦。济公准备开冰花，好好看开冰花喽，开。济公没开，我帮你拉住。为什么把我的水壶丢到王旁边？这是谁的水壶？那、啊、是我的。我帮你，你不、你不用打王，你看你是哪里的花？我刚刚我的花就有人占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打完就有人抢我水壶。这西花是三层的。帮你浇，给你浇。你阿菊，你就这一朵，你就不要再动了。好。刚刚烂掉了。换练，你也去打了哈。哎、欸，你们血量跟我讲一下几趴，我看不到。五十。现在你给我报一下。现在吗？现在变砸碎台。
五二，五一，五一，我听错了，五十，他故意的吧？脚下会有毒气哦，大家小心哦。哎，神连战啊！我们丢地上，拿去。丢网，丢网，丢丢。那个九点钟有一只哦。干，我被抓。小心啊，冲过去了哦。六点钟一只，九点钟一只。一分钟降。不管他，不管他，死的就按复活了。五五先打哦，大家大力一点，这个这场输出有点低，大家大力一点。四十哦。没把。好，除草，赶紧去除了。现在还不能使。婷婷知道怎么谈哈、哦？第三下，给你哦。第二下了，第三下，离十二米左右，让他跳你。跳了。第一下。那是故意的。等一下气功要准备开冰花了哦，三十要开冰花。好，准备了，气功开冰花。好，那个准备好、嗯、开个头盾哦。好，准备开了哦。好，浇花浇花浇了浇了浇了。浇花了，现在才浇哦，不要太早浇哦。四十秒啊，拼一下拼一下，应该打得赢。十二秒后降神。我们这一阵没有这样子。哪一朵没听到？啊，没差没差，都进来打，都进来打，赶快进来打。那个降神刚一开的，可能会狂暴时间才打完。打算我就用夜叉打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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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掉加掉。只要我捡到草会进来的。脚下有毒气哦，离开一点哦，很痛哦，是很痛哦。跳，大家打，大家打，再赶快打，快两百万而已。用你们吃奶力气打，快点，快点，一百万。哦，吓死了，真的是吓死了。窝人呢、啊？先救人。来来来，救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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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辛苦啦！那个，等一下，你我一下，我想打个一到十，我一下，辛苦啦。我只要打个海贼啊，拍。然后你刚才方便讲话。等一下，你我，读我，录完就是读我，等一下读吧。还有一只。啊？妈，这没得捡了吧？
他只是到心口上一点了。他其实还好啊。连队一队我会看到人，是我没开吗？看得到啊。如果没开呀，我放不到谁。礼拜天放假来狂刷了。你有没有四天连假？没有。没有。好吧，可以。高桥一分。乖乖上班。二十朵草都可以换一朵花。对啊。肯。不会啊，你一直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草，而且那个草啊，跟你讲，那个草是账号共用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你可以记，对我都记得。就先集中在一只，可是你都玩一只啊，根本没有用。对啊。啊，又是五只草。好像这打完就出了吧，下去了。龙草、哦、啊，差一点啊，有人。龙草在哪？龙草有什么？龙草打完会打完会有月光虫，有几率，几率。几率啊，不是绝对。所以龙草在哪？我在帐篷那边，帐篷那边。看到，我看到，我去打，我要去打，我要去打，我要去打。超多的，然后风华就很安静，都对比很大。风华就已经被哎、欸，有人开到哎、欸，这是谁啊？开到我这边运气好好，开到那个啊，红衣草有一点登入。是必掉吗？还是谁？必掉，必掉。可是不一定看得到。必掉、哦，必掉啊、哦！可是你要先开始种到红衣草啊。直接上个厕所，有吗？没有。哦，哦，菜包，你这样子练好多只哦，你有没有出吗？我还，等一下，我还要换桶。会多吗？什么东西会多吗？听起来好色情哦、喔！我好上哦，哎、欸，那个大家开始吧。他看到我了，可以看我吗？啊，我看到了，真的啊？还是打字？你有在打字吗？我没有啊。不等了、我不知道他有打字哎，因为你今天中间啊，还有是高桥啊，因为高桥啊，这周好像都快要。把键盘弄错了。哦，那个，但那个，但那个乌龟头是好长哦。那个，他又升起来了。乌龟头，赶快把它打掉好吗？龟头好长哦，哦，龟头大而已啊。不要讲，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奇怪吗？黄金猪，黄金猪，打月亮哦。我找好，大家分散开来，有成就啊，猪在哪？黄金猪都会在哪？有成就，有啊，都很在，都没有遇到，十只十只一百都有，对啊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十只我知道有，一百那只，哎，在哪里出现啊？
在那个、啊、蜘蛛，不是我记的位置，他都没有出现。我现在最干就是，搞不好你打一百只黄金蛛，你的整套装顶，装顶传说牌都还不会出现。真的。可是好恐怖的音乐，好像好像咒怨呐、啊。怎么说？就是真的音乐。你听过？哎哎哎！我看到了，没有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被打掉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哦，太早了，我一定顶。找到诛仙飘打逆我，马上打掉。哈哈，来不及了，嗨，等不到团队，被抓到。哎，我要成，我要去成就。啊，继续贴下你的。啊！打到死之后还开不到传说牌，好坏，很好。飞龟又中出头了，生命八七九零，暴击一六八。对啊，我的不是啊，我就是八七九零。对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刚说忘了先讲啊。我说对，然后呢？开不到传说八卦，没关系啊，我打到猪就是爽。会炸开，打开。你说三招吗？对，一直都在一起吧，一直都会。好，那个砍上吧。好，夸张，去啊！哎，他这个血他是砍，打死猪，这个他要甩头了，再见。请好友吗？他被甩头抢走啊，是所有抢走啊，我站住。不是啊，可是我会踩啊，他就马上回去啊，然后打死。对啊，他在那剑士跟剑士的仇恨大战。哇，大家都在抢，多好啊！这个分怎么讲？仇恨的级别跟我们是完全没有关系。沙包小兵打一下，看暗点的东西。好乖的人物，不知道好好啊。嗯，我不想去拿。刚来，有。好好好，我知道是老兵了，我知道藏宝了。好，我发现我把关人物会那个，我打开来好了。对，你是把其他人的效果你有没有改低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咒术可以全部直接爆，所以无所没差。你设定那边看一下，他的你的效果把它调到一好了。打的也不错啊，那个黄金。哎，不对，黄金总是只有五六星啊。他人。这个是打那个美日跟那个美日那十五多，我总不超的感觉。可是我想去打看一下黄金总打多。对啊，不要打亮亮。好，亮亮在干嘛？我要换那个武器啊！哇，好好看哦！那种子画画以后可以画八卦之类，就麻烦。他可以画啊，可以画那个。哎，你的那边又有一只流星。真假的？你看，交一交一等等，交一等等，交一等等，交一等等。对啊。我们这边，等我们一下，这边四个。哎，这个去啊，那个分鸟，分鸟，我们这边四个龙。这个啊，这个平原进去的条件是什么？你再看一下，只能吧，只有条件。只有条件吗？小只可以进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吧。五十要进去吗？前置任务有接就可以了。不要放弃月亮。前置任务是什么？那我开小只看一下。啊，这是龙龙哎！不是啊，我就看到龙龙了。快点，看到了，嗨！好，安龙草出来了。可以吗？开个麦吗？好，那个31张之后没办法。等一下，入场条件31张，是那个吗？云响那个吗？什么？啊？云响一响，花响龙，龙响，响短，爱龙龙。如果搭龟龟的话，一样是一万张武器啊。哎哎哎，好了。六七伊藤说他也要减六，就是拉拉叫伊藤帮忙喊的。我跟伊藤要伊藤说不拿拉拉，拉说给我。伊藤说那他也要减，掉了啦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他原来我们要减毛公爵，毛公爵拉拉你要减，对，他说他连队长去洗澡，叫我们等他一下。他要减
演江州大。他们那边到底是他们那边到底是缺几个？来来，他们也不打，他们要把六师送我们家。哦。所以他们缺几个？对，没有是缺几个，是不是？什么缺几个？就是他们这颗六师还缺几个？他们都会自己满的，他们都会自己满的。啊、哦，听不懂啊！不、嗯，他们不能，他们打不过。他们二十四个人缺几个人？他们打不过，所以他们全部都不打了，全部都不打了。那六星都是空场，不送人了吗？就打，就说六星空场送我们就好了。对啊，北京六星给我们不要啊。啊，对啊，我以为他们要打，不过伊藤要打。没有，伊藤说他要打，那其实你要打吗？他们不打。对啊，没关系，你就叫伊藤先去卡。他等我们一下啊！他们的那个要洗澡、啊，等他们一下。对，那个一个人就可以卡了，一个人就进去站着发呆。你说以往他打五六，哎、欸，六七八哦。没有，对，对，六七八。干。我六七八都，我八号双顶把它分解掉了。我六七八双顶，你有没有六号？ Yeah, 你有没有六号？没有。我要刷八卦，欢迎跟我一起刷回。我也没有六号。八号双顶两张，我都把它弄掉了。God, 我八号双顶哎，可是我是暴命双顶，我不太想要。我要血双顶，对，要血要血，命中不够。所以我们哎，龙乳哎，龙乳也需要命中。哎，龙塔龙塔龙。
不是第一天啊，我要离他远一点，我要去找我的月光。什么心念小心，那几个也没有他这样。那但是他可是秦瑶瑶之前大学被我刀砍过哎。五十场没有。没有。那个草叫做红玉，红玉。哎，阿哲。其实打五星，打五星，我刚刚是可以帮你龙草，我是可以帮你拉回仇恨的，我就要帮你 Q 魔灵，你在 Q 魔灵结束那一瞬间抢到仇恨就可以。那一下子给他 Q 吗？对，我就直接，我开头就直接 Q 过去。对，我这样不管不管，对，不管是我先斩要先上，前提是我先斩，就是我们两个要先讲好，那不管仇恨是谁，只要魔灵那三秒一结束，你马上就可以把仇恨拉走，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只是我怕有的没弄好会死一票人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 Q。 魔灵没有名字，不像我猫有名字。对，我猫很好认。你知道那是那个拓荒的时候，我自己 Q 魔灵，我忘记了。然后对不对？哎，我就说咒术不要 Q 魔灵啦，霸道自己不要脸。对，然后不然就是大绝招，就是我自己 Q 了魔灵过去之后，马上按降神，然后就再补一句，不要 Q 啊。飞炭花涨起来，刚刚是200，现在变220。大什么问号？你还在这边吗？哦，你有在开麦听哦。开麦，他到底讲什么？大家不知道。我以为一刀他们可以自己一直开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啊，当然啦、啊。但他们好像也是，我看男男的、啊，你看男男女都看啊，女女也看啊。那我感觉好像也是散散的，没有说全部都合在一起。我不知道。比较边缘的啦。好友。刚刚看到比较边缘都自己还要另外一個。他们都一直在偷。没有，你月色就会显示出来。我买个一梯的地铁小站嘛。好多。打八卦。我大学的时候一梯这个只有参考书。然后上次那个一刀进来被那个连队长踢出去。然后现在就真的有一梯。对。想到。有点无聊，之后你要自己退还是？就看就想到就很好笑。你要自己退还是我踢你？啊，给你五秒，你要自己退还是我踢你？我最需要学起来。给你五秒，还是退我踢你？不觉得这一句超帅的吗？我不知道谁进来啊，我不知道谁进来，然后连队长就直接开麦讲啊，他就开麦讲说：“我给你五秒，你要自己退还是我踢你？”我连连队长是谁我都不知道啊，昨天吗？昨天啊，前几天吧，要滚床跟新亚要吐槽啊，对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一个，给你五秒，那你决定你要自己退还是我踢你？好猛啊！你知道他叫我干嘛？我没有开麦，所以我刚挂机被他们抓包，被谁抓？好像林彦霖吧，他就在我旁边啊。那你爱挂啊？我在说什么好？你在干嘛？你在看一看一片哦，还是在烧烤？快跟我说，然后就会傻傻的，你要学我们，就是一边移动，然后按那个滑翔。没有动啊，你知道我没有动吗？可是我一去乱跑乱跳。我刚刚就是往那个各种奇怪地方在移动。你要去除草？我就往从 A 字被拉回来。哦，对，我因为我们要气功呢。反正我一边移动一边慢慢往中间移动到一边前进这样子。你哦，你直接这一对啊，你就去除啊，这个四星雕三个交神交。对，瑞翔，我没有开，我没有开，我没有开那个，因为太吵了。他开了，开网了，开网了。太平公，开网了，开网了。帮你，来看他回来，完了。也不是没有他，还是有呢。游戏还有一次机会。
没有，我说你可以那个啊。会跳的吗？啊，好跳啊！会 Q 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跳舞不要生气哦。我只是想打。猫名字啊，叫猫名字好吗？猫猫直接 Q 进来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好酷啊！为什么不想怎么样都可以打吗？沙包意外的死掉了。你跟倒坦的有没有？阿泽也倒坦没有啊？瘦瘦包，不用倒啊。他怎么会这样子？他会怎么会在我们 bug 吧？你们跟 bug 啦？好像发生火箭弹什么的。好会装，好啊！不要啊！你先说到东西啊！你再试看看。对啊，我的怎么会？为什么会跳 bug？ 这我不喜欢。好的，走，就走了。真的好厉害！这么会跳，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。好，我捡到水了。等一下，你帮我开宝物吗？宝物。其实打这只我用自由弹比较高，那我懒得开。点点是没事情。水能上手啊。我看我八成哎，要人问杨头啊！
你的密线啊，他当中你这一队然后就把这张把他拿过来哦，小东，我跟你家有人跟活着吧，哦有有有了齁，那我们要走了，拜拜，再加我，拜拜，都是要组哦，你要卡吗，要人卡，谁要开一只小的来卡，可是小的要截到31张啊，你有那个账号吗，我账号没有，我看我问看 NR 有没有人可以卡，那他们全都退光了吗，阿哲你也退了吗，我退了我退了，哇那就卡不到了，不要卡、啊，瑞翔，你在加我们哦。等一下，等他。其实一到四金几乎开不到八卦盒。有啊。早。哇，我开两箱哎。三箱。一到四金的呢，我几乎开不到。有啊，有啊。有啊单一密码，我要囤多一点，就快，我要囤多一点，然后再让我一次彻底的绝望，看看看，整排都紫色的，对，你看好多紫色啊！我在想，我要不要用金收那个50+8抽个一组？收啊，你要收跟我讲一下。然后连队长是一个女生啊，洗澡洗到人消失了，对，没有跟他们那一团啊。等他连队长了，我叫他赖他。学习太久了。啊？哪里？那跟我不一样。对，九线。点丰年村哦。这边有丰年吗？把钥匙说 OK， 等等来。东西？对。所以呢？等他，他们那边缺几个？他们那边缺几个？我问一下杨总，他们那边缺几个啊？从杨总那边，杨总说他们那一次打完可以过来。跟我们四个嘛，再加伊藤跟丽宇，我们六个啊，我们六个。然后总共几个人？就缺几个人？目前我们六个，不让群里面好像还要来三四个，可是拉拉是睡觉，所以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来。顶多他们那边三四个，顶多就9个、10个而已啊。所以还缺至少2队了吧？没有，缺1对半，1对半。缺对半。阿奈队队长去洗个澡，洗到不见了。他说他们工会说那个妹子洗澡洗很久。他干嘛给他队长啊？拜拜。还不如紧刚刚的五星。然后我说你们的队长是在考哦，他说他是女的怎么考？我说哇。哎，游戏你一组要卖多少？+8。不知道，帮我买吗？我买，我不要买。别抽烟。现在点上一笔多少？8吧，我早上看到有人喊1+8，1:1.8。看到逛街。1:8也太好赚了吧？1:8，我早上看逛街在喊啊。哦，1:8是金花喊的。截图，我在金花看到。云离儿是谁啊？怎么又多一个？啊，不重要啦。数字网1:8，对，大概人家贸易卖1.9到1.2吧。1.9到2啊？吗？那大概。2900最高，还好，2900。
哎、欸，阿哲，有没有考虑换工会？有啊。你要去哪工会？游戏。干废物哎！那我要去，那我要去进。哎、欸，我我。干王善哲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有三十个配色，各个注意事。我说很久了，我说我要。我可以一直去进。好，一直去 TOT。不要我要用威胁的方式了，我要爆你们，我要爆掉。那个瑞小现在要公布 A B C D 军的真实身份。我可以更。伊藤那只五星要不要去推？要不要收？那不是六星吗？没有，伊藤那边还有另外一只五星的。那到底要几只啊？可以啊。拉拉有收五星了、啊，收五星了、啊，收五星了、啊。好，我问他们几个。六星已经洗澡洗到不见了。那边伊藤那边是五星，拉拉是六星，六星那只洗澡洗到不见，五星那只先收，先收，先收，五星缺几个？五星缺几个？直接组，直接组。不要问他。然后直接打完，我们就可以去捡美人。刚下打了十只耶，有称号。大操，帕比在我这边。赶快赌啦！给我啊！好好好好好，我赌我赌我赌。五星龟七百下粉要很难。哎，你把 A 星，把 A 星曝光啊！哪一队啊？耶、yeah. ！哦，瑞小恩，要组啊！等一下，我要找名单。好了，你们自己组人吧。哇，剑山开心了。剑山，你知道哪开麦呀、啊？剑商除了第一天之外，他现在已经了无遗憾。剑商对你如何？他对你不错吧？剑商，剑商对你不错吧？好 ，OK。剑商一点，要不要换？这么快、啊？一切都是为了 A 君。他现在没开实况了吧？有啊，我一直没有。谁？真久一对，我羊头啊。看一下哦。其实你的键盘很大声。看来是负三队了。他一定组满才打，耶！羊头一定组满才打，他是可以冲啊！哎，我们去打个那个沉船啊！我们现在可以去啊！可以 F 八吗？因为我小子要打。不行啊，这 F 八就要退队了。我决定全部都打六人，把他打掉，先进复活好了。可以吗？还是可以啊？可是我小子没有打，还怎样？对啊，我决定在本服把他全部 KO 掉。不要鄙视精华，好不好？我要鄙视精华。精华是一个和平的伺服器，建林的乌托邦。听说精华把韩吉赶出去了。快差不多了，快！哎，风华人家说像
进化的那么勇猛就好了。他人多啊，人多到爆。可能因为韩吉是外来种啊，就跟那个我不会举例耶，我在被他供。那美乐美达可以来吸啊，发去了。啊，飞错了啊！有键盘太杂里，不知道。我觉得这麦很难设定。
我火也来了。我拉一下这，他拉仇恨的。大比要出场哈。嘉宾也来了。不一不一不一。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看不懂。成为了队长。好啊，伊藤你就走啊！不是那个伊藤，外公你说什么外公？哦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明天要上班。C 君是不是很开心？终于跟 A 君有进一步的发展。去了，去了。原来 C 君私底下已经在操作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拉一下的。啊，璎珞，璎珞来了。吸进男人心里的，男人心里的兴奋。他终于跟唐唐可以住在一起，唐唐女主角哦，然后画老三，可以住在一起了，还可以一起游玩，还能组合。结果等下羊头一个分配队伍，他就跟 A 君分开了，西君就不是鸭蛋。用 A C 君用乌龟跟 A 君调情。等下可以不要。不要理他、哦、这是一场海鲜大战啊。哦，三除草我知道，是啊，再找一个，谁要除草还有找一个人。猫改名字吗？你猫可以偷偷改成剑痕杀。黄猫仔可以除草吧？对啊对啊对啊，不用吧，这个下面都要抢啊。哎，改造土鸡呢，阿仔一定帮你出啊。等那个有那个杂志要加强再改就好，我现在很满意现在这个名字。好吧，有心交给你了。找一个乌龟，你也出手啊！好，五个了，一二三四五，走。三号。等一下队伍，等我一下啊。好。哎 ，C 君，你的 AP 不见了。他去厕所，这么难过的事情，他后来之后才会知道。他在崩溃，天哪！有 A 君被调去二队了。你很烦呢、欸，你看一下啦。你还喝酒不揪呢、欸？怀疑还是已经刷好了五星嘞。他们打不过浪啊。阿锦，你自己要小心哦，我等一下播一给你。你又不抽冰花，好啦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开冰花。好像你会开一样啊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可以了。啊，你要我去除草，好，去除草。好，那阿锦除草，那我。我了怕比我去除草。那谁不要除草的？那我把它拉掉、啊。你不叫我去跟你除草。哎 ，C 君，你的 A 君不见了。哈哈哈。A 君去第二队了。你确定你是专业的吗？等一下我会把那个帕比，我会把那个阿吉拉到出草队啊。好犹豫。我只是想看一下位置而已。都站好了哈，年代手去拿了哦。两个刺客去拿年代，修罗跟那个，是谁啊？幻炼。小文去四队好了，我跟哪里换一下？四小文再见。好了，准备了。嗯、啊？被换走。那个阿哲你谈哦。什么东西？剑痕商谈，然后你要看，快点跟我讲一下，我帮你们看。你那是阿哲，阿哲主坦呢？要好好表现哦。开了啦，少啰嗦。阿奇，继续我开你们。你刚刚偷讲话了。好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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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出草啊？他们分好了，他们分好了就三星。
你们应该不是。所以我是除草的吗？好，去站哪个草？哦，不是，我忘记分你除草啊，你不是啊，你在是在除啊，六星你在除啊。你是除草队，可是你是除草的。好的，来大家。跳喽！爆炸喽！注意哦，近战自己小心哦，远离免受被炸。转两次四次吧。九点钟方向，有一只不知道拿什么的东西的。干，再次。好，请投，请投。咻咻咻咻跳咯，八十了，早讲啊，干太远了，在那边去越远好像被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去一次，那你多远都被叫，我怎么没知道？哦，没有，那是比上结束了，继续在热身，继续在热身，差六级才要表演。第三，第二，但你是开五麦的啊，我这五麦气掉了，差不多。我想问你在讲什么，跟气功准备开冰花没有七七下，我要死了，叫你先出来齁，下回中间哦，你不是说冰雪没办法，我不知道要丢谁去那个洗澡队，一趟一下而已哦。哎，给你看哦。六十年蛋，赶快去哦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今天年蛋是什么？那就留着吧。5-5-4-5-3。地板有毒哦，离开了，立刻离开哦。他跳最远的，可是队员上球了。跳了以后，大家看一下巫师在哪里。1点、4点、6点、9点、12点，看哪边。1点哦，在旁边而已，就那一只而已。五星只有一只。哎，另外一只六星又有得捡的啊。好，可是只要这只找完啊。哪一只啊？都洗澡那个吗？对对对。好，那就等下捡，等下捡。等一下，你跟他说等一个，这个打要多久？20分钟吧。40。就是加加的。4秒、3秒，我们这队的可以开降水了。3-5-3-4-3-3-3-2-3-1-3-0，气功准备开冰矿宝人，阿菊你自己小心，我不讲喽。好了好了，我自己开，自己开有极性，我要跑。啊，跳回中间，这个冰矿不要按掉，按掉会很痛。只有一下哦，是不是宝哦。好，浇花可以浇了。刺客小将可以降了，还是全副的。小碗都进来打，进来打。直接打了没关系，打完五虎不理他了。哎，C 君好猛啊！他刚不是在清丑吗？为什么还可以抢回来啊？对啊，这样子。总共有点啊。六点的。老抢的。Life is power。没关系，要打完。
选项是救人，有两个死人，两个连弹手。真的是林丹总就是花费用换的了，不要想到开了，打快点哦，快点快点冲啊，有那么多时间一样，另外一边差，另外一边差几个，那边全部退光了，剩一个吗？等我一下，全退光要不他在里面，他在里面，他人在里面。好，OK 啊。所以缺二三个，对不对？两个。对对对。准备带过去啊，然后扣掉。二三个扣掉五嘛。这二三他那个要分配跟刚刚一样哦，那我就不变了哦。我们这边已经人到，我就直接开了。等然后我们先过去，然后再煮羊头。两个时间。我再先过去，然后煮一下，你们煮羊头。羊头要打 OK。请问我要改名字吗？我的召唤兽不要叫变成汤吗？来来来，那个丢我好了，我靠，你们两个真快，好，那个阿哲上，这只是专业连弹手，真爽，最爽。开了开了开了，大家上了，主坦队先开降神了。其实我们不是主坦队，是晚一点的关系。多大的哦！哇 ，A 军 ，A 军 ，A 军亮子呀！你有回旋斩没闪？不要知道，不要知道，不要知道那个，就试一下八万，这我们就受不了。干我挂了！我翻开了。哇 ，C 军 ，C 军，两万 Q 住 ，Q 住，大家知道死了也能坦。没关系，我们这队火力很大，继续打没关系。哎，停一下！C 军快上 ，C 军快上。阿准，你先慢慢拉，没关系，他可以坦。准备喽！那个地下的离开哦。他们跟缺二二啦，因为那个领队长那个妹子跟那个刺刀都要打，一只黑领队长，一只跟一只。防龙跳龙，跳跳跳跳，我们很差就对了。这只猪要被打死，很痛。四点钟出一只。扣掉吗？好。OK， 对，扣到我们，扣到我们。四点钟，看第二只在哪？六点，四点跟六点。不对啊，是负十六，因为六点这只有点小，光光打过去打跟一点啊。就是扣掉我们四个，然后再看。其他追你，其他追你。OK 啊。好，打我，打我，打我。的话，那就是负。没有啊 ，A 军早晚也要打、啊。就是先送我们，然后再算。先送我们，其他阿哲换你了，一下了。你要 C 军生气。好吧，对不起。对对，你看。对不起。再来。
需要提子，那个提供准备饱了。阿橘弟小心，很痛哦。三四五六七，好。他等下跳回中间还有一下哦。先是开御剑，啊，自保，其他人自保。哎，可以不用开御剑，我开地方。好，浇花浇了。去找一个。我这一队的降神可以开了。这没有攻击到，然后我打了两万二。没有，没有吃 buff 啊，这就修罗回来了，来不及了，不打了，回来了。我有一个提升说啊，五虎的吧，五虎的哦，手打，修罗太慢打了，回来来不及了，五一了，五十，王小枪会有毒气哦，自己小心哦，金将给你出来没关系，好跳，等一下跳喽，跳一次转三次。火力队去帮忙找一下五虎将在哪里哦，看一下在哪里。第一只在12点钟那只恐龙，第二只1点钟那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喵。好友已登录。有在哪？12点钟打完，来打1点钟那只，还差一点。好，打完都打完了。是快速死喽，至少等一下要出去喽。那个还没清杂草的，一定要先出去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是死的哦，清杂草上去了。小将可以开了，好，将神也可以开了，第一个将神。3433。32 31 30，那个气功准备开冰花咯，开冰花，好人阿奇是吧，阿奇了，一下了，冲回中间，还有一下全屏，那我这边我看不够掉，全屏完以后看数字以后就交花咯，好，交了交了交了，三四还有一个，等一下没关系，我们直接打完了，剩下的人去打完，5分钟，小将可以开了，换脸不要动哦，游心仪还可以救人吗？可以的话打个一。不要动。游心，你开技能救他们两个，转了三次哦，救了。欢迎大家来救了。不管，接汗打了。那个降神，消灭可以开降神吗？不管，都打完了。还好。别相信。瑞祥恩，我们先退。让我先退，我先退。然后我们再退，他煮我们，我们再煮羊头。救一下那个恶鬼。恶鬼死的不能开，我靠，他们开得出金帐哦，啥金帐，对啊，开出金帐啊，超
超莫名其妙的。哎、欸，你跟你们跟逆腾讲一下好不好？啊，算了，我逆腾，我就要把 A 举掉了。我退了，我退了。好，我先退。那个单手记得领哦，没领就退了。等一下，我刚我要动手。这叫我赶场。我到时候再租我一下。我退队了。等一下，我等下租我。在吃宵夜，等一下。吃宵夜。他在电脑前面吃宵夜。梦啊！天，应该就能打十只流星了。带他一下。打的是第九只，啊，好想捡第十只哦，那就把它捡完。每日不行啊！我扫不行，要等我。找什么？等我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一单药师没有？我才五只哎、欸。一单药师没有工会啊？他们不知道哎、欸，他们好像为了打那个捡那个，然后腿。哦。捡什么？因为看到一刀就被踢啊。然后你是他们要捡那个平原，这感觉比较快了。刚看到另外一个一刀也退啦、啊，就是没有挂工会、啊。好可怜，玩游戏玩到要退工会车路，懒了吧？那么，感觉是为了挂机。飞瑞桥那要等多久？我爱他，我爱他。现在可以说了，蓝屏。哎，这是那个箱中箱叫什么名字啊？花絮，就打一个花就出来了。对，杨总在等，然后还有在问。主人啊，你们主人啊，先进场。等你煮我们啊！我已经煮了，我已经煮他们了。你叫尤喜跟健康水母在进场。我帮他们跑一下，我先过土，我先进去。尤喜煮我一下。你把我们调到队长，我们才可以煮人。没有啊，可以直接煮啊。调呢？没有，你只有开权限就没有。可是我可以，我煮你们的呢。你是队长、啊。你是队长啊。我是吗？哦，好，等我。你要开那个帮我们教队长，或是开全体呀、啊？我怎么开队长？好的，你不要开全体，全体会乱。好，那我一个一个组啊。没有，你把人调到队长。你把人调到队长就可以组人了、啊。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没当过队长。你把连队拉开，把人拉下去下面，会不会？你把权限给我。哦，会会。你直接煮羊头，煮羊头，煮羊头。嗯，好，跟我申请，走，不要安排佳佳的我，安心。好，连队长是羊头了。再申请一次，再申请。你把连队打开，你就可以把人拉来拉去。连队长是羊头啊。我刚跟你讲连队怎么弄。OK。然后他有三个权限是主人权限，一个是连队长还是主，一个是队长，他现在开的是队长，所以你要让人家主人要把人拉到队长那个位置。哦，嗯，要教学啊你。过来看看打一到十真的没什么效率，要打五六。
你别想，你别想。你到就好了。看了一下啦。那不是扔啊，这都在推吗？不是吧？不是，我看好像不是。他就讲话就。他讲话有种腔调。我帮你拿过去。到什么了？嗯我帮你人家都给我吗？都是你抓，那我抓了。那干，你很烦哎。哎，第五偷偷讲吗？这也是五六新规吗？直接六星。哦，我没读对 ，sorry。六，对六。加你有网址吗？好，小猫就。你找到主控台啊！干，外公，外公，外公，你的音乐，外公。你就出来，我要堵你啊！你们有没有分身账号可以借我卡一下位置？那边还有一只六星乌龟，叫我过去接。分身账号目前没有，我要帮你找人去卡吗？好，那
东哥这边的叫声太过了，我都没听到，有点难过。我没听清楚。89，外公那个跳空间你要听一下，那个地板的图走开啊，近战走开啊，啊近战退开哦，中间近战退开。熊兔脚步说，他等下跳空间高。哎，为什么会躲？转三次自保，然后看一下五虎将在哪里。一点钟，徐徐队打五虎将吗？一点跟九点各一只。干你老师，我点过来。好，大家过去。逃回去了吧？跟兄弟在一起，跟你们干啊！这看有没有办法把他们。哦，这种的。我想要狙击了，我想要。干嘛？他我刚刚打五虎，刚刚转过来，没有人转到了。我又到了外公，撞上。外公怎么？为什么阿哲身上没有？林东可以再降等级吗？我喜欢阿哲。阿哲真的是好英雄的哦。我是木炭，我是神木炭。是主坦这一次错了，为什么？他是小火焰，是小火焰。第四。哦，猫死掉了啦！三。把剑，你要把剑山哭出来啊！那个替工准备开金花。等一下有全品哦，单下全品哦，一件事可以开狗盾，然后召唤普通攻击，还好。哦，是阿哲，还是剑圣？谁死了啦？天气好，天气好，是啊，头又强啊，可是还是剑圣。流星雨哦，现在后面流星雨先别进去哦，那个流星雨炸一下六万多，才八万多，没有吧？真不值，残废。哦，明白了，那应该就是可能会清楚。六二。好，应该刚刚讲说飞坦的方法上才会点亮。六十了，这好像显得我不专业。可是，我都觉得你如果是剑士，全是是好人。看到了，有那个能降等就不降哦，55哦，代理我真的输出了，不用担心。哎，近战队小心，近战小心哦，地上的毒箭很痛啊。哎，退开，中间近战退开，给远程打就好啊，大家跳了啊。转三轮的，然后转三圈，我们输出去找五组就好，不用打没关系。4点跟6点1只，反正你那连带没丢到，没有了。还有一只，离网很近哦。然后我说剑伤死了，从来在剑伤死了。头变的啦。H 是你哦 ，H 现在你砍哦，死你。38。你不能让他飞啊！让他飞是可能砍不死啊。三号你要离死你哦，三号离死你，只有你左右。好像那边没关系。三号打飞机从后面滑掉哦，飞机是你哦。飞鸟的话从后面转坦，三号。还是我妈。地宫保人。对对对。没有。没有啊，那是我的猫啊。只要一转坦，就直接先拉死你，就保险了。有一下哦，三号开狗盾，攻音，好，
好啊，浇花。那我去看浇花是谁有人浇花？不能浇花，我浇到了，浇到。几十米，十米。然后这么厉害。他不会出镜啊！哎，输出还够啊，输出还够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两第一下，那个降水有的就开了。好，第二下，第三下，三号离十米。十五发。他准备跳就可以出镜了，这样就会跳原地了。哦，太神了！有了降水了，大家大力一点。第一下。哎，近战小心哦，还是会有毒圈哦。近战小心哦，有毒圈哦。哎，推开，推开。看我猫自杀好了。他跳外面哦，跳一次等三次，三次要自保哦。你硬打，这不到300万呢。啊！哥哥，哥哥，我不会。我还想第一个开。我就不行，都开不到，真的是开不到。过啦！不知道在老板身上还有没有要解锁的呢？对啊，我也想要解锁，再解锁。小天。猜字啊！我刚才叫你看的哈。